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晚上，我们听了犹太教的简报。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我们比较少接触，在中国大陆没有，中国大陆只有五个宗教，所以接触的机会呢就更少。我们听了之后知道他们最主要的经典是旧约，他们的历史有4000多年，而天主教是新旧约都采纳，基督教则偏重在新约。他们所崇奉的是一个神，这里面的差别，基督教偏重在耶稣，天主教这个偏重在圣母。昨天我们也听他们的报告，他们肯定上帝就是真理，宇宙之间的大能，这个概念很好，很正确，确实能被现代人所接受。佛弟子广学多闻，尤其是出家肩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对于众生的机宜不能够不知道。你弘法利身才真正能做到契机其理，那么好在这一次我们邀请每个宗教来传道，这是个长期性的，不是短期的，每一次我们都留着有录像带，英语的部分希望呢我们这边能够用中文做成字幕，我们要很用心的来学习。在不同宗教里面找到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大家所公认的真理。佛陀的本意
是智慧，是觉悟。啊，他们说真理，说大能，跟佛家讲的大智、大觉是同一个意义。同一个道理，可是宗教教育，宗教如何真正利益世人？必须将这个真理要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理所表现在外面的，就是仁慈博爱，我们今天讲佛法的中心理念念出来，五句十个字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不仅是佛法的精义。也可以说是世间所有宗教的精华之所在。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佛菩萨大慈大悲。佛、菩萨、神、上帝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就是当人自性本具的真诚、清净、平等、正确。他的大用啊，就是慈悲，就是博爱，不分故土，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人民爱物啊。不但要爱人呢、啊，这一般宗教里面只是说爱人，佛经讲的范围就更大了。华严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就是说明连植物连矿物我们对他都充满了爱心善意，何况对有情众生。如果我们自己果然对于情与无情充满了真诚、清净、平等的善意与爱心，
这个人在佛法里面就称之为佛陀，称之为菩萨。如果还夹杂着不善，夹杂着恶意，什么叫恶意呢？不善就是恶嘛。佛给我们说的标准，十善业道。犹太教的标准，摩西十诫。十诫的内容跟十善是相同的，所以十善业道是所有宗教典籍里面都是明文教诫。信徒们一定要知道遵守啊。离开这个基本教学，我们就不善了。这造作恶业，变现出三途苦报。自古以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呢？念头啊。念头要善，念头要清净，念头要平等。我在大众当中觉得我自己身份特殊，觉得我地位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不善的，这不是善的。我们看看世出世间的圣者，中国人是讲世间法，重视世间法，孔老夫子是个代表。夫子一生的行仪，处事待人的态度，是自卑而尊人。圣人给我们做出的模样啊，我觉得比别人高一等，你是凡夫。这比人高一等的念头行为，在佛法里面讲深重的业障习气，谁知道？佛晓得。做佛的弟子就要把佛法里面所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做出来给大家看，这是教化众生的。你自己真正做到了，这是你的自受用。给别人看呢，是化他了。要认真去做，努力的去做。各个宗教的信徒也跟佛法一样，要通达深明经典的意趣，意识
道理、义理，却是方向、目标啊。明了之后，要把这些大道理落实，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念念为社会造福，给众生做好样子，远离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一般宗教的这个人才得救啊！谁救你？自己救自己。大乘佛法里面，自己度自己，诸佛菩萨一切神圣给你做自救自度的增上缘，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人生苦短，昨天中国有个同学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他到美国去了一趟，去了一两个月回来了，朋友当中很好的朋友三个过世了，年龄都不到50岁，深深感触啊！人是这么样的脆弱，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要想长久，这是妄想啊，那是痴人说梦啊。六道里面绝对没有长久的，佛告诉我们的真相，刹那变化啊，告诉你世间是无常的，有智慧的人他聪明，他掌握现在，现在这一刹那他掌握住了，他就成功了。忽略现在，那就一定堕落了。佛家讲常乐我净，常乐我净从自性里面才见到，确实自性是无形无相的，横遍十方三际，这个里头有真常有真火，具足常乐我净这四种净德了，现象里头绝对没有啊，相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能把这一点看清楚了，看明白了，相可以受用觉悟之处。不但没有执着，
不可分别。远离分别执着，你就见到诸法实相了。见到诸法实相的人，在佛法里面称为他佛陀，称他如来。所以我们学佛要知道从哪里学，从哪里下手，怎么样成就。日常生活里面充满了真诚清净平等，处事待人接物充满了大慈大悲，这个人落，真正离苦得乐。苦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他离开了，他没有了。他落的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真诚清净平等的总体。这个理念，这个受用，无时不圆满，无处不圆满，得大圆满，得大自在，这是真的。除这个之外都是虚妄的。所以学佛学什么？我们这样圆满周遍的爱心，佛家讲慈悲，大慈大悲，显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大圆满，点点滴滴你的受用都是大自在。佛法里面能得这个受用，所有宗教教学如果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都能达到同样的境界。所以佛在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门不局限于佛教的法门，旁通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那么这正是大乘所说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悟、圆修、圆证，那么这个在一切法里面确实大乘讲得透彻，讲得明显，我们要在这里下功夫。下功夫不仅仅是在研究，要落实，戒行要相应，戒帮助你行，行帮助你戒，戒与行相辅相成，这把我们提升到无上道。
有解无行，该怎么堕落还怎么堕落，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无济于事啊，不能解决问题啊。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的疏钞里都讲得好，啊，有解无行呢，正张邪见呢，啊，有心无解，正张无明。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戒行要相应。这是正法，这是正教，偏在一边邪了。什么叫邪教呢？偏在一边。走路不是走正当中，走到两边，走边上旁边去了。边邪偏邪。邪正我们要有能力辨别。我们自己走的是一个什么道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